这是聊啊。媳妇儿，我来了。进来。红包。好，好，拿，来。哎，不够。你要想娶我姐，你得从我胯下钻了。你确定？当然确定了。那你不跨，怎么能证明你爱我呢？今天呀，你不跨，我就不见了。丽丽，他是你老公，他一大男人，你怎么讲？什么味儿啊？你离我远点儿。你先等啊，今天不跨可以啊，那彩礼必须这个事来证明证明你男人的尊严。今天这个婚必须结，但是你我不娶了，你别后悔。我有什么可后悔的呀？再说了，那外面宾客都等着呢，你不娶我娶谁呀？就是，赶紧钻吧，一会儿错过及时了。我娶她，林莲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。啊、你娶她？哎呦，那今天可有意思了啊！一身玫瑰的新娘，我还头一次见呢。外表的穿着并不重要，我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品格。再说了，不要以为自己穿着一件婚纱就有多好看。琳琳她今天只是看你是新娘，不想将你分了。她没有换上好看干净的衣服，你没有资格笑我。琳琳，这里给你，相信我，你会是今天最美的新娘。哎呦嗨！最美就他，哎呦，行了，今天满堂宾客都在这儿呢，我倒要看看他能多给你长脸。不敢嫁吧？他说的对，我这衣服穿几次就都有味儿了，我算了。是不是家里的洗衣机没有清洗啊？衣服洗不干净。洗衣机还需要清洗啊？那当然了，不管你加的是滚筒的还是波轮的洗衣机啊，你都要定期的呢去给它做一次清洁。你看，像这款梦萌洗衣机清洁剂是液体的，你就往物料盒里一倒，波轮的呢就直接的倒进去，然后任意选择一个模式清洗一遍。它呢能够深入夹层清洗，洗完后啊胶圈夹层明亮如新，而且呢它还具有 99.9% 的强效杀菌率，不仅呢能够除霉除螨，还能有效的抑制细菌滋生。就算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也能清洁干净。那每个月呢定期清洗洗衣机，用着才干净又放心。那洗出来的衣服呢还有一股好闻的清香。星光照落在你的眼底，让人瞬时跌进你眼睛。看吧，我的老婆是最好看的。